一些结束三十六章三十三节至三十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是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甘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配置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戒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여호와인줄알리라하셨느니라아멘당회장직무대행이신이수대신전무실직무의리소정무실이소가비청就但要求问第一讲특송해주신정感谢献上特别献诗的郑秀全执事간단헌화소개합니다介绍讲坛献花献花者是邻国感谢父神使我们能够在事故多发的世界里得蒙在牧者的空间当中得蒙保守得到亨通的祝福并引导我们能够幸福的献上礼拜感谢亲爱的牧者一直心怀我们直到迎来创立九周年用流泪的恳求和生命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时刻铭记着牧者的教导在真理中行圣徒们用爱成为一体很多家庭成就了家庭的福音化期待见到牧者的那一天在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当中充满的奔跑得到灵魂兴盛凡事兴盛的祝福希望成为让牧者喜悦的上好的果子从3月15号开始的代理祷告会以希望全世界万民圣徒们都能够得到应允和祝福的心献上讲坛献花感谢常常心怀我们和为我们祷告的植物代行李守正牧师和祷告院院长感谢大家亲爱的各位圣徒们有一位老母亲有三个懒惰的儿子母亲临死的时候叫来儿子们留下遗言说果园里藏了宝物你们去寻找吧那这位老母亲呢是一位种植果园的农夫母亲去世之后三个懒惰的儿子带着占有宝物的贪心流着汗开始挖掘果园的各个角落但无论怎么挖土地也没有挖出宝物儿子们期待已久失望也非常大但又一想既然已经挖了就撒上肥料开垦果园吧于是三个儿子这样商量也并且这样做了那一年秋天果园里每棵树都结满了讨人喜欢的果子因为挖得很深又上了肥料结下了丰硕的果子儿子们这时才明白果园里面藏着的宝物是什么如果地下真的是埋有宝物儿子们找到了宝藏的话就会懒惰不干活很快就会把宝藏挥霍一空从母亲的遗言中他们认识到了摆脱懒惰付出辛劳汗水的价值这就是最好的宝物就像母亲用智慧的遗言给儿子们留下了最有价值的宝物一样我们的父神也希望给儿女们最好的东西不是无条件的给予而是像本文经文里所说的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今天所讲的呢是1999年6月转牧师正道的话语1999年是什么时候呢是98、99年
一直进行的熬炼时期，那个时候赠道的内容，通过今天的话语，希望大家能够领悟到神给予他所爱的儿女们的约言和为了成就那约言应该怎么做。首先且略的说明一下记录本文的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西结书是旧约圣经的三大预言书之一，记载了从南犹大王国灭亡时期到巴比伦俘虏的时期。以西结被巴比伦的南犹大第二次侵略时，也被俘在巴比伦五年时候，在加巴鲁河边被神召为先知。神通过以西结预言了北以色列和南犹大王国的审判和耶路撒冷的灭亡，也提到了周边外邦国家的审判。正如以西结所预言的那样，北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721年因亚述帝国灭亡，南犹大王国在公元前586年因亚述帝国之后称霸世界的巴比伦帝国灭亡。最终耶路撒冷圣殿被破坏，圣殿的器物被掠夺，包括贵族在内的很多人被俘。入侵耶路撒冷，破坏圣殿，以色列百姓成为俘虏等，因着周边国家，神的名被严重的玷污了。不是说以色列就灭绝了，亲自带领以色列的神的名呢被玷污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神通这种以色列民族灭亡的情况下，但是呢，神通过以西结先知应许了有关以色列恢复的充满盼望的话语。本文33章到34节里面说，主耶和华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在耶路撒冷呢，百姓们呢已经被抓到巴比伦，那里面的百姓呢还没有多少了，还有外邦人占据了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也是被荒废的地方，但是父神却说那里呢会结出很好的果子，会成为很这样应许的话语。那这样的时候呢，是百姓们呢被俘的时候，遭受痛苦的时候，在新耶路，那耶路撒冷城呢，现在是被荒废的地方。所有神的殿的这些器物呢，全都被破坏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却应许说呢，会恢复。即犯罪的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在脱离一切罪、洁净自己的日子，神将使以色列民族重获惊人的荣耀和祝福。当时被俘作为俘虏，因此呢，这段话语对当时被俘后遭受各种羞辱和痛苦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多么大的力量和愿望、盼望呢？但是神如此说，是为了恢复以色列，恢复被污秽的神的名、圣名和荣耀，并让全世界都知道。那要把这些应用在大家身上就可以了。以色列的恢复不是说以色列恢复就完了，而是通过以色列的恢复呢，会恢复神圣名和荣耀。以西结36章23节里面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亲自带领的百姓，他们在遭受灭绝
那神说，你们所侍奉的神，给你们祝福的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反而呢，是说一些亵渎神的话，不只是说亵渎，只去凌辱这些百姓，而且是亵渎神。但是只能够这样，那以色列呢，还没有得神喜悦，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那要显为圣，父神要显为圣，但是呢，要通过这些百姓要显为圣的。但是要责备以色列，但是他们呢却不回头。让父神又说以色列会灭绝，要让他们恢复。那其中的条件呢，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悔改回头。父神那这样预言，那他们听到这样的预言，又顺从了，又以这种心在神面前悔改回头的时候，父神呢就会按照所应许的，那抬高神的名而得荣耀。神希望通过以色列的恢复而得荣耀，并使百姓们发自内心敬畏神。但是我们有需要重视的一段话语，本文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说，那时你们四围其余外邦人都必知道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配置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我要加增以色列家人的人数，家的人数，但是你们要向我求问，我要给你们成就。就算是又写了很多次，但是一定要相信，要相信赐给应允，要去求的时候才会给予应允。那父神也会很着急，想要给予，想要赐给应允，但是呢，让他们能够接纳这接受这些，这些百姓们圣徒们想要给你们，但是你们也要求呀。你们要做蒙应允的准备，我呢是做好准备想要给你们了。我们要感受到父神的这种呼吁，神要用话语要说了不必成就，那样的话呢就会 必会成就的。但是呢，这要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摸得到看得到，那首先要上向神去求，即使说了多少次必成就，那我们也要相信去顺从。如果相信去顺从的话，那么就要不变的去求告神，直到成就为止。在那样的时候才会如话语一样成就，什么都不做，静静的等待，却想着神说过会去祝福的，这样就是不会得到应允的。首先要相信，如果相信的话就要去顺从，带有这样的行为，而且相信神就会给予应允，而去求问神，这时候才能够得到应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里面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即使已经预备好了应允，但是祈求寻找叩门而求得应允，这就是灵界的法则。不去求，不去找，也不去叩门，那就算是准备好了，这些也不是你的。以人的想法是，神说过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成就的吧，有可能这样等待的，但是那不是等待，而是旁观。那神说这不是神的旨意，主耶和华说过我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以色列民族意味着是向我求问。就像这段话语一样，其实我们得到了神的应许，在我们来说也要一直去努力，直到那应许成为成就为止，不断的求问神。在接受新年定期代理祷告会的祝福祷告，还有此中营新礼拜的祝福祷告，特别的祝福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如果接受了祷告，那么神一定会按照大家所行所种的程度赐下连摇带按的祝福的。但是呢，还要查验一下自己，真的相信自己所祷告的、接受的祝福、接受的祝福祷告会得到应允吗？如果相信的话，就会按照所教导的真理顺从，相信得到应允，就不会灰心丧志，一直恳求直到成为现实为止。不是说在一里祷告会结束了就完事了，说接受了祝福祷告，那等待祝福的果子来临就可以了。那一定要得到了就要去求，不是说没有得到的去求，要相信得到了那就去求，这就是灵界的法则。但是心里却难以相信，即使说给你应允也不去求，而且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才会停止祷告。那定期祷告的时候呢，做了祷告，那自己不是自己真正的信心，所定期那个时间结束为止，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去祷告了。为什么呢？那种信心呢，不是属灵的真正的信心。如果我们读圣经听话语却不明白灵界法则，那真是令人心痛的事情。那做信仰生过信仰生活的这种灵界法则得应允的法则，那我们无法领悟到这些。那如果像读世上的小说或者是一篇好文章一样，那就没有任何的用处。那神的话语那样去看，就不会蒙得恩典。那在读经的时候，在神话语的时候呢，要充满圣灵的感动感化和充满，要发现灵界的法则，领悟和明白神的旨意，顺从并去行的时候，就会得到应允和祝福的。大家见不到主牧师的时间，是不是凭信心做了祷告呢？那绝对不会灰心的。凭信心做祷告的话，那祷告的时间呢，会觉得很幸福。今晚做的祷告就会成为信心，明天呢也会凭这些信心的生活。但是时间流逝，信心渐渐消失了，然后就充满了不平不满，是看到生活的现实。那不是说主任牧师不存在，对于主任牧师的信靠和爱，我们所有圣徒们，你说为什么神不在呢？神建立了这个祭坛，这个全能呢是神的做工，这不是说人能够做到的。在这里做祷告，超越时空接受祷告，他们就得到医治。不是说心情好了就好像是得到医治一样，不是这样的。半身不遂，心情好了就能够起来行走蹦跳，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吗？那心情好的话呢，就能健康。当然，健康的人的话，心情好，当然就会更健康。当然，健康的话呢，就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残疾的身体，说心情好就能够站起来行走吗？不是说你想起来能站，想着能站起来就能站起来的，不是说这样就神经细胞都会复苏的。为什么万民里面老是有这样的偶然呢？就是神与这个祭坛同在的确据，见不到转牧师的这些时间，比我们的时间，比我们所想的时间更长。那神所赐给牧者的这样的应许就没有了吗？大家赐给大家的应允就没有了吗？我说自己所求的没有得到应允，就说神死了，自己没有得到应允，但是神还是活着的神。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创造主，说自己不合乎神，所以才没能够得到应允，现在还不是时候，要更加去求，才能够在最适当的时候赐给应允。那在等平心等待信心更加完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不平不满去抱怨，在神面前积累最强呢？这样的人在神面前
也不能够说是工人，在神面前求的也不能够说是信心的告白，做了祷告也都用嘴全都弄得坍塌了。父神呢分明是说，我会给你们应允，你们要凭信心去求，你们要凭信心成为一体的时候才会做工。那我们像我们也是跟以色列百姓说那些心痛的话一样，那父神应许的话语，我们要相信去求，那就是得到应允的道路，是灵界的法则。那以色列现在面临灭绝，圣殿也都被破坏的时候，但是父神却说要恢复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有以色列民族的恢复。这样的应许是怎样成就的呢？那就是知道灵界法则，要抓住神所赐的这样的话语才得彰显，那就是但以理先知，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以理呢，他知道灵界法则。但以理在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第一次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俘。但以理先知，他也是被俘到巴比伦。他是南犹大的王族，但以理虽然是俘虏的身份，但是凭借着神的恩典成为了巴比伦帝国的宰相。但是这一切都是神计划着恢复以色列的应许。今天呢就不能够因着时间关系不能够仔细的进行说明了，但是呢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通过很重要的人，那得神喜悦的人，在现实的困难当中也得神喜悦，有这样的信心去求的这但以理这个人物，成就了父神的计划。希望大家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万民的这功，父神呢一定会成就的。那是1999年6月份所讲到的内容。那教会呢面临着这样的难处，那我们和转牧师在一起的时间，还留在教会的圣徒们呢，都是凭着信心去求的。2000年通过甜水也是得了荣耀，还有从2000年开始，有的海外圣会将万民的名传遍全世界。1998、1999年的时候，这些眼泪我们也全都消失了，好像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的疼痛和伤心全都消失了，很短时间就恢复了。那当时在的人应该知道，当时万民的做工就是这样。1998、1999年。的时候也是不比现在轻松。那如果说是没有信心的话就是这样，但是呢凭信心来仰望的话呢就是祝福，要献上信心的告白。那这样做的人呢就会很幸福，能够充充足足的战胜，然后要照着这样的信心，父神赐给更大的全能，彰显了更大的荣耀。当时也是大家请想一想，通过广播，通过电视台，还有我们因为这些呢，我们教会主牧师还有圣徒们都面临很大的难处。我们教会车过去了都会有人用石头来扔过来，想要来教会打车的话，司机都会说那个教会还存在吗？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呢短时间就恢复了。这样的事情大家呢一定要看着以前这借鉴这些事情，然后大家希望现在都能够得胜。那个时候面临那么大的难处，还有以色列的百姓，我们来做一个联想。那但以理在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怎样显为现实来在进行说明的时候，希望我们所有的留在外面的圣徒们都要成为像但以理一样成为主力的人们，在这里面也不平不满。如果说成为这样害神的国和事的人的话，也不能够说是
但是我们所有人呢都是很宝贵的人，像戴礼一样等待着父神的荣耀，更能够去实行成为这样祷告的流泪的这样的种子。在巴比伦大力王时代，戴礼在读神记录的耶利米先知的书时，发现了有关以色列的恢复的预言。耶利米呢是在之前的人物，通过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这些内容，戴礼找到了这个内容。他在读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有关以色列恢复的预言，那就是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这样的预言。这一预言的内容呢是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这 全地必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载在书上的话，使耶利米向这些国民所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在耶路撒冷城沦陷以色列灭亡之前，神已经通过耶利米先知预言了以色列的恢复。以西结呢在面临难处的时候呢，这样的话语，那是比那以前像耶利米预言了将要灭亡而且会恢复，就是以色列王，以色列呢会侍奉巴比伦王国期限为七十年。但是发现这话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戴利的心情会是如何呢？虽然自己得到了神的恩典，在宫廷里生活，但是自己的大部分的民族呢都沦为了巴比伦的奴隶。但是俘虏生活到了七十年结束的这句话，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应许呢？发现了这令人喜悦的约言的丹尼说，那会说好，只要满了七十年就可以结束俘虏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并一直怀揣着梦想吗？不是这样的。丹尼抓住神的话语，开始进食祷告。这也不是神亲自赐给戴礼的话语，而是在几十年前通过耶利米所赐的话语。虽然读过记载的内容，但是戴礼相信，所以为了成就神的应许而进食和祷告。但以理书九章三到四节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敬畏的神，我向爱主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旧约时代进食献上衷心的祷告，悔改时穿上是披麻蒙灰的。在约拿先知宣布尼尼微城审判的时候，也是穿着麻衣进食悔改的。虽然说是外邦人，他们也是披着麻衣进食悔改的。不仅是国王和男女老少，所有百姓，甚至连下令给牲畜也穿上了麻衣，不吃不喝进食。虽然说是外邦人，他们也这样进食。神听到了尼尼微城真正悔改的行为和呼求的祷告，所以没有降下原来要降于尼尼微城的灾难。这样发自内心悔改回头的时候，就算是外邦人的恳求，虽然说神说了要赐给灾难，那也会改变心意赐给祝福的。旧约时代呢是穿着麻衣头上蒙灰祷告悔改的，但是呢新约里面呢是不是这样的，不用穿麻衣蒙灰，因为是圣灵时代，只要撕心裂肺的痛悔，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会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要发自内心悔改就可以了。
중심의회개를하면되는것입니다但是但以理为了成就赐予以色列的祝福约言，穿着披着麻蒙着灰进食求告神，为要成就以色列祝福的约言，恳切的求问神。在但以理书九章四节里面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就是合乎这里的祷告。祷告不是向任何人守约施慈爱，而是出自爱神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但以理这样告白，在神面前做祷告。我们在生活在罪恶中的时候，论断定罪与世界妥协，却说父神我爱你，相信你会应允我所有的祷告，那就是假的，那绝不会有应允的。但以理的祷告非常的真实，丝毫没有违背真理，神就倾听他所有的祷告，并赐予应允和祝福。这样向神献上告白之后，接着代替以色列民族悔改，一字一句的祷告。以色列遭受的灾难和耻辱完全是因为罪，求施怜悯的神饶恕。但以理本人在律法的行为上没有任何的瑕疵和过错，但他代替神的百姓，为被玷污的神的名而悲伤和哀痛，为以色列的恢复而恳切祷告。接下来的但以理书九章十六到十九节记载了但以理恳切流泪祷告的内容。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呢，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哪，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哪，因这城和这民都是成为你名下的。我们在你面前恳求，相信今天呢有主仆们也参加礼拜，我们主仆人是不是为了灵魂们这样恳求呢？那样才算是主仆人。教托与自己的灵魂们被迷惑离开与世俗妥协的时候，要这样恳求才是对灵魂负责的仆人。但是失去了信心，失去信仰，确实不相关，自己却不知道，而觉得自己作为主仆呢，使命才是更重要的。教会如果说面临难处要流泪做祷告，自己作为仆人为灵魂负责的时候，才是教会必要的需要的主仆。如果不是那样的话，父神是不会说你是仆人的。虽然说是传道师是牧师，但是呢在天国是不相关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仆人，像但以理先知独自在神面前恳求一样，父神悦纳，赐给但以理更多的祝福，也得到了祝福。我们主仆人们有很多，主仆人和但以理一个人没有办法相比的。如果说做上祷到父神面前的哀切的祷告，为了牧者，为了教会，为了自己蒙的能力做祷告，那作为门徒的这确实是什么呢？就是能力和行为。那作为主仆来说呢，要用手帕，院长呢通过连线也有得医治的见证，但是大家呢就用手机做祷告，
要给他们做祷告，要得到医治，得到应允。为了找工作工作当中有难处，说叫区长、地区长某某人，那要找大家，大家要给他们做祷告。那如果说不找大家，没有能力，那怎么能够称得上是仆人呢？地区长、组长、区长，他们如果说很火热、有信心的人，为用手帕为他们做祷告，都会得到应允的。是不是流泪为圣徒们做祷告呢？做了祷告却没有彰显神的能力，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一定要撕心裂肺的悔改。那是有使命，那就能够称作是仆人吗？要有确据，代理先知为了百姓被污秽的神的名，他就非常的心痛，献上哀切的祷告，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嘴唇。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我们主仆人们一定要这样做。那父神要通过我们的祷告，让离开的圣徒们回来，通过大家的这种热心，灵魂们能够更加拥有信心，让他们更加火热。为什么做不到呢？如果说我们用爱来包容灵魂们就可以了吗？我们主仆人们，我们要这样屈膝，有多么为教会、为了灵魂、为了牧者去求，要成为像但以理一样的仆人。但以理说不是为了以色列，而是因着神，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而做。虽然说我们是不是义人，但是为了神和成为神名下的城耶路撒冷，怜悯成为你名下的这民和以色列百姓而得赦免而恳求。这样代理的并不是发现以色列恢复的应许，说等一等就可以了，说七十年满了七十年就可以了，而是呢自己首先代替以色列百姓去进食和祷告，去求得应允。听到这样但以理恳切的祷告，那神呢就派来了加百利天使长。那不仅是耶路撒冷的恢复，而且呢到末时的事情呢也都让他看到了，父神有多么的高兴。那为了以色列恢复做祷告，直到末时的事情都能够让他预言，这是很大的祝福。神是有多么悦纳他的祷告呢？我们可以知道。然后以色列按照神的应许恢复了，正如耶利米先知所言，巴萨居鲁士王一次之俘虏的时候，以色列恢复了，开始恢复了。那被俘虏的这个国家的王呢，说让你们回去，让他们回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哪有这样的国家侵略国的王呢？已经抓来，他们是俘虏，那没有任何的理由，就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回到他们说你们的圣殿，你们也可以再见。那是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都是在父神的计划当中，为了成就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奥秘，那是但以理先知有神的计划，那成就的这一个桥梁，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凭信心的恳求，还有七十年满了的时候，那作为仆人的俘虏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做俘虏生活的时候呢，在神面前也是谦卑的悔改了，那父神呢也就应许了所计划的所有的事情，这些全都是历史性的真实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同时即使神说过必会成就，也要铭记这话语，向神献上祷告的时候才会得到应允。1998-99年我们也是那样得到应允和祝福的，现在的熬炼的就是祝福。所以呢守牧师呢都不让我们说是熬炼，那没有信心的人就说是很辛苦很累，信心不好的人就会离开，也会论断定罪，失去信心，
然后又悔改，这样的时间，那万民的历史呢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成为祝福呢，就是牧者都是牧者的信心，按照父神所赐给的这种信心呢，那这就是祝福。还有一些呢凭信心告白的工人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不一样的，不让看不让听的，他们也去看也去听，后来呢又会回又要悔改，那就不能够得到应允和祝福。有的人呢会为顺从话语喜乐感恩祷告，便所看到的大而惊人的全能，还有这所有的困难，那都知道这属灵的原理是什么。那属神的人呢面临难处的时候，如果说是没有罪，那经受这些难处的时候都是祝福的一个过程。那凭信心做祷告，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得到祝福的人。1899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人呢有可能呢会经历过那段时间，那希望大家想一想，牧者的全能呢不是说白白得来的，有很多的逼迫毁谤，还有万民的主仆人羊群和一些他们就会造假，然后去传播一些虚假的事实，他们听到这些被迷惑离开，然后呢又会骂教会论断定罪，这些事情呢1899年的时候有过这些事情，但是主牧师呢只是去顺从父神的话语，只用爱和善去行，没有抱怨过埋怨过任何人，那祷告的去祷告救赎，去求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呢来召开恩赐聚会和复兴圣会，一起定期做祷告，那这样所成就的就是2000年的甜水，还有惊人的做工。来我们回顾的话，现在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够理解了呢？那么大家就要凭信心去来接受那些话语，就是毁谤教会离开的人这样说，不是的，但是父神到现在为止呢还是在保障着神的全能，超越时空的做工还是在彰显着，他说和你们同在，有这样新奇的彩虹，我们同在，这样惊人的事情，这话语怎么会不存在了，怎么会丢弃了呢？有主人牧师存在的时候有，主人牧师不在了就没有这些了吗？不是的，那到现在为止所成就的全能保障着我们，保守着我们。那父神所赐给的话语是不变的，牧者的全能是不变的彰显，肉体的意念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单一理面临着非常难的事情，以色列的恢复根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几十年前通过一个其他的一位先知所预言的话语，他非常的高兴，他完全的相信这话语，进食祷告并且求问神，但是赐给大家的这些就是呢赐给大家的，那大家所看到的牧者全呢现在也看着也在听着，那大家为什么却放弃了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不要漏掉，抓住了就是自己的。父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的话语，神说过一次的话语一定会成就的，那我们就是要去求，凭信心不变的去求，直到最后要以不变的信心去求，直到最后我们要以不变的心去求，不要说相反，好像是呢像走向相反的 道路一样。马可福音11章24节里面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教主的话语只要带着无论是什么任何情况下都必会成就的信心，任何情况下
在难处的有难处的时候，还有和应许的这个话语好像相仿的话语的情况，那不变的恳求直到得到应允为止，神的应许最终就会成就的。就是说即使相信也祷告了，但现实当中却看不到结果，没有成什么事，也不要善变，要相信并祷告，这时神会为我们彰显伟大的作工。那么既然没有这样的信心，就应该放弃吗？不是的，为了拥有这种真正的信心，大信心，属灵的信心，要以进食和祷告来做准备。父神，我现在没有属灵的信心，求父神帮助，求赐给我属灵的信心。这属灵的信心不是说只有祷告就能够给予的，一定要离弃罪，离弃恶，按照这个程度我就会给予你这些，那就是准备的过程。这样不断的恳求就会得到真正的信心，那某一瞬间这罪恶就能够离弃，就会得到真正的信心，到那时就会成就大而惊人的事情。另外，神应许的成就的话语当中，有些话语会马上成就，但有些话语呢会是很久的岁月之后才会成就的。因为根据得到应允的内容大小的不同，我们需要准备的器皿和大小也是不同的。越是大的应允，越是需要充足的更多的祷告量。蒙得应允的时期也是在神看来最恰当的时候所给予的，约瑟就是那样的。直到实现神赐予的梦用了13年的时间，再加上直到家族相逢，哥哥们屈膝在约瑟面前跪拜等，也是在成为宰相之后过了9年之后，所以呢已经过了22年的时间。那而且13年的漫长岁月与他所做的梦截然相反，那种祝福的那种蓝图的这种梦呢，好像是截然相反，是苦难的延续。17岁的约瑟被恨自己的哥哥们卖了，在埃及法老的会长家里过奴仆的生活。但是凡事都诚实智慧的约瑟被主人看中，成为了主人的家宰，但是后来却蒙冤入狱了。从时候上来看，情况似乎有所缓解了，但是情况却是更加渺茫了。虽然看起来朝着与他的梦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约瑟坚信神赐予的梦必会成就。如果没有对梦的盼望和信心，期间有可能会自暴自弃，脱离正道。但约瑟相信神赐予他的梦必会成就，并且有信心好日子会来临。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和环境下，都是你诚实去行，走正道。对于这样的约瑟来说，虽然在熬炼当中，神也是总是彰显了与他同在的确据。约瑟无论到哪里进都顺利。约瑟在波提法家里当仆人的时候，创世纪39:2-3里面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当上家宰后，神因为约瑟赐福于他的主人的家、田地和他的所有。这是约瑟相信神走正道，踏踏实实做事的结果。父神的应许呢，他是相信的。那神和他同在的人，不是说相信呢他就等着，那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是会做的。我们圣徒们的话呢，要做祷告，还有在工作当中呢，为了得到祝福的话呢，那要相信这样的话语的话，就要诚实的去行。还有在自己所在之处想要成为带头人的话，就要求智慧，而且要需要的话呢，还要积累知识，要成为领导者呢，要做准备。那这是世人呢去准备的努力的结果，但是呢，我们呢却付出的努力呢少一些会得到。
如果我们和世人做的一样的话，我们接受的果子就要比世人多得多。如果说什么事情都不做就等待的话，那就是说明没有信心。所以呢，就像通过约瑟的话，相信了这应许的话语，就要诚实的去行，要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得到祝福，自己没有诚实去行，是不是没有得到祝福，要去查看一下自己。这个约瑟的梦呢，不是以埃及法老的护卫队长加载的身份就能够成就的。要想成就神所赐的梦，需要学习更了解更多的东西。神将按照下一个计划再带领他。已经好了很多，作为波利发的加载呢，环境已经好了许多了。但是呢，父神呢没有办法，那就这样，为了成就他更大的梦呢，为波提法的妻子让他蒙冤入狱，被关押在官王的囚犯的监狱。但是那这样的下在监里，在监狱里面，在属肉上来看呢，好像是没有办法再恢复了。约瑟又不是埃及人，在埃及来说他是外邦人，而且他是被卖到埃及的这种身份，被冤枉。那谁能够他的和谁能够说他的这些难处呢？下在关王的囚犯的监狱里面，如果说父神不做工的话，是没有任何方法的。但是约瑟在狱中，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呢，他也是依靠神，而且是诚实的去做所有的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事。给他们解梦，然后呢和他们说呢要纪念我。这不是说没有依靠神，因为依靠神，所以呢以神所赐给的智慧呢为这些人解梦。所以呢要求他们说，神与我同在，你们要纪念神与之同在的我。而时间流逝，但是他还是没有回心。在监狱当中的时候，神也是与约瑟同在的。创世纪39:21-23里面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的私欲在私欲眼前蒙恩。私欲呢，就是管理着监狱里所有一切的人。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情都是经他的手，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他的凡事尽都顺利。如果这时约瑟用属肉的眼光看现实的话，他就会灰心上气，认为自己是不顺利的，自己不是亨通的。但是实物上来看呢，与神所赐给的梦想似乎又在背道而驰。如果约瑟就这样是在肉体属肉的方面看现实的话呢，就不会有任何的盼望、不平、不满、生活的不诚实。有人会这样，但是我们圣徒们是不会这样的。我们主仆人们、工人们是怎样，主要牧师不在，教会有难处，组织呢现在也都是比较懒散，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不做了，因为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是不会那样的。通过这个祭坛，父神彰显了多么大而惊人的事情呢？我们也要以更大的全能去。我们主仆人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盼望呢？大家不这样做，谁定下来的这样的规矩呢？任何人都能够出去走向世界，大大荣耀父神。没有规定说谁能够荣耀父神，按照大家所准备的程度，父神会使用大家。因为大家不求，所以呢，大家没有信心才不去求。谁指使去管理你的时候，才能够去保守自己的信心，这是多么可怜呢？约瑟没有任何的梦想，也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情况下，他相信父神所赐他的梦，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去诚实的行，没有任何的不平不满，所有的事情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面临这样的难处，那诚实的去做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都去学习了很多的东西。父神就是有这样的计划，那就会按照这样的计划，约瑟是这样顺从的，所以呢就造成就了。
约瑟呢，他是不变的相信父神所赐的梦呢会成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诚实的去行，求梦会成就。约瑟用信心的眼光看所有的事情，用属灵的眼光看，用盼望的眼光看，总是向神求问，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凡事尽都顺利。对于还不能够从属灵方面理解圣经的初心者，或者是即使接受了使命还没有属灵信心的人，不太会理解在圣经中记录的约瑟就是熬炼的部分的，好像是没有希望。那在灰心丧志的情况下，为什么记录着实际都顺利呢？有可能呢会很惊奇，就手上看看现实的时候呢，好像是没有希望，但是看结果，那熬炼的过程呢也是进度顺利，那是什么呢？就能够更加理解了。父神呢赐给了很大的祝福，并且成为合乎的器皿和积累公义的过程当中面临的困难和熬炼，这也是在神的计划好的时间，所以才是顺利的。那十三年的痛苦时间，就是父神计划的，在那样的难处当中，一点一点的学习并且积累，为了成就神的约言，通过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组成了以色列国家。那神的旨意和奥秘，约瑟的器皿是必须很大，因此需要十三年的漫长岁月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在非常有权势的护卫队长波提法的家中，他作为家宰学习了经济文化等，在关在囚犯的监狱里面呢，甚至了解政治和政治人还有人的内心。因此即使十三年之后，以囚犯的身份成为了继王一人之下的治理王的治理国家的宰相，也没有缺乏拯救和治理埃及这一大国的智慧和能力。不是说让他从这儿跳到哪里，是需要过程的。约瑟在这十三年的时间，那在准备作为家宰的这个成为宰相的这个过程，好像是受损失了吗？不是的，作为宰相呢，智慧、政治、方法、人，还有自己的内心，也要成就灵和全灵这样的过程，或者是说家人、自己的民族，成为了一个基础，还有周围的国家和各族群的经营能力，也得到了这样的能力。那通过这样的难时间呢，也能够呢去帮助周边国家和各个族群。最重要的是，已经为迎接雅各的整个家庭和以色列这个大民族在埃及拥有了家园做好准备，被卖为奴仆，在波提法家作为家宰，被冤枉下在监里。在那段熬炼的时间里面，约瑟学到了并悟出了很多的东西，成为了出色的宰相，其过程也是进度顺利的，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神不是不在的时间，大家学习到了什么呢？什么方面的改变了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父神和我们同在，这样的恩典和爱。如果抓住这一点的话，就会很感谢。但如果说是不是牧者的话，我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更加深深地感受到牧者的重要性，还有自己内心里面的恶的根。有呢，我们呢一定要去效法主。哪个方面更重要呢？要效法我们的牧者。好像是呢，自己的恶呢已经消失了，但是主人牧师不在了，这些又涌上来了。不是说我能够拥有的信心，大家发现了吗？那样的话呢，就要认可。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成就这些。那主牧师来了，我再做好，那是不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明心，主要牧师来了，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在努力做，我在守住我自己的信心，充满圣灵，圣灵充满，那样的话就不能够成为蒙福的主人公。1899年的时候就是这样，信靠信心尽忠不变的人呢，父神就会呢赐给他们祝福，成为了这样的主人公。那如果说不是这样，失去了充满论断定罪勉强的这些人呢，在20年当中他们没有得到祝福，自己那为了痛悔呢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有的人呢彻底悔改了，我心是有这种两种心，有善变的心，有论断定罪的心。我自己没有看没有听，我就听别人所讲，我就开始论断定罪，有这样彻底的悔改得以变化的人呢会拥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很多人却不是那样。人在面临现在的难处的时候呢，还是会那样。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的。不是说就必会成就的，那个时候就晚了。那我们现在呢？要悔改的我们就悔改，该回头的就回头。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要成为牧者的果子，这样才能够成就父神通过牧者要成就的事情。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现在要恢复，就像约瑟抓住父神所赐的话语一样，把这熬炼的时间呢好好战胜，准备自己的器皿一样。那样的时候呢，父神在给他任何事情做的时候他都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呢从现在开始呢再做好准备，像这样，如果神同在，属肉上看似不顺利，但属灵方面却是顺利的。但是在这里面不能够误会，因着罪的熬炼和报应与约瑟的熬炼是不同的。但是即使因罪面临难处，如果发自内心的悔改，凭喜乐和感谢来接受熬炼的话，这也是祝福。不仅是罪能够完全得到饶恕，更要得以变化。所以遇到什么事情，首先要查验自己，悔改，凭喜乐和感谢讨神的喜悦，慈爱的神就会将我们造就成得更加的美丽。看约瑟的熬炼，父神是在顺利地引导他，会引导受到神爱戴的儿女走向最为蒙福的道路。约瑟相信神的应许和给予自己的梦，虽然现实当中遇到了与梦截然相反的事，但他还是相信神，踏踏实实地走正道并献上祷告。换句话说，经过了13年的漫长岁月，即使面临巨大的困难和考验，也丝毫不动摇地相信神赐予的梦并恳求，所以才能够成就他的梦。这样怀着不变的信心相信神赐予的梦祷告，讨神的喜悦，顺从前进，就必会成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圣徒们也献上这样的祷告和行为，从而得到神应许的应允和祝福。从明天开始进行定期单一祷告会和21天接力进食祷告，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单一礼一样抓住神应许的话语进食祷告，成为用信心和爱恳求给万给予万民的约言，通过万民的成就得荣耀的父神，像戴礼一样那就神的约言做祷告一样，能够看到以色列的恢复，那成为起到了桥梁作用。希望大家所有人都能够用信心和爱心去恳求，成为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希望大家记住，说过必成就，但要向神去求问这神的话语，献上通过外面通过牧者通过大家自己大大彰显神荣耀的信心的祷告。四好话语一起来做祷告。
接受主牧师的患者祷告，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不舒服的部位，没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了成就心中心愿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之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都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的炎症也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神经、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痊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也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和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抽屉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他的众使者也退去，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晃诡诈的灵、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暗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的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到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出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和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够见证神，都能够见证神，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于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